哎，你还没有快。Hello， 大家晚上好。哎，放错，放错，应该是这样念是吗？晚上好，晚上好，欢迎回来我们的深夜厨房第231集啊！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要教的是小笼包。在这里。哎。哇，这个是 Vera 做的是吗？这是我包的，这是他包的。你看我包的是散的，他是包的比较松。哇，还是表弟厉害包哦。嗯，对啊，很烧。不过这是应该破了哈。嗯，破了，它都有汤汁在外面了。对啊，这是破了，这个是我包的啊，我包的。你的比较厚了，因为他要放香纸。要讲一下是他包的。哎，这我拿上来也破不了了。你要放张那个Baking paper 啊。啊 ，Baking paper 啊。你要放一张纸，不能放它的那个水啊，就破了，我拿上来就破了，黏嘛。嗯，好。晚上好，晚上好。今天教的就是这一个小笼汤包啊。这个是、嗯、当然我们是出我们非非专业，对，但是我们半专业。嗯，啊，但是自己研究出来的。啊，这也是说，当然东西这样了，如果叫我们做100次，我们不要讲100次啦，79。只要你做79次啊，你的小笼包越做越好。每一次做的那里个不理想，看研究。对啊，从不会包可以到会包啊。谢谢 Y Ling Chong 的50个欣赏，感谢你。我们要点一个醋哦。嗯，你啊，你知道在台湾哦，他们有些人是配酱油跟姜。嗯，姜就是醋，不是配醋啊，好像是不同地区配不同的东西。对对对，嗯。不过它是姜，是姜要直姜啊，因为这个是老姜哦，比较不理想。好像顶泰丰这样。啊、哦，顶泰丰，不好烧。哇，一口塞。嗯。烧、嗯。是不是要拿刷吸一下那个汤之前？嗯。谢谢 Coco 的50个欣赏，感谢 Coco 每次深夜厨房都会报到哦，我注意到了啊。谢谢你们，非常感谢啊。哎，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我们的深夜厨房啊！今天依旧是 Vera 来教我们今天的小笼包啊。对，今天我们要做小笼包。其实从昨天开始 ，Vera 就一直在搓面团了，到早上，今天早上搓到早上一直在搓。因为我会包，我就一直练哦，练。对他昨天包的、啊、全部扁扁的，那个小笼包没有一个是立起来，都是扁扁的啊。今天终于做到一个比较像样的啦。不过还是表弟的厉害哦，因为我搓的那个皮比较薄啊。啊，表弟的皮比较厚呢。当然表弟包的比较美啦。嗯。啊，不是，我们是这个，你看。果然还是重。皮比较厚一点。那皮比较厚，它是。是哦，皮很厚。因为没有，一定要放baking paper 了。等一下，我拿 baking paper。那果然还是表弟做中式料理比较拿手哦。啊。OK。嗯。有爆浆吗？都姜都爆了啊！汤汁有爆出来吗？嗯，有啊。你用这个？没有这个，那个我试过不可以。对啊，要用 baking paper 啦。或者是你家有这个剩下的包做蛋挞的？哦，蛋挞的，一粒一粒放哦，这样它就steam出来那个形状不会走形啊。OK， 有两种方法可以去 steam 吗？放下那个就比较。如果用那种蒸笼包那种木的，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啊。可是你要放一块那个他们蒸笼里面有给的一个布，或者是这个 baking paper。baking paper。提早祝贺大家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明天是中秋节对吗？过12点就是了啊。嗯、okay. ，OK， 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小笼包有什么材料啊。首先有的是纸浆啦、啊，然后陈醋，这个就是小笼包的配酱啊，配料啊 ，OK。再来就是我们的味霸啊，这之前有介绍过了的。然后再来这个是，这是中筋面粉是吗？嗯。啊，我们有中筋面粉啊 ，all purpose flour 啊 ，OK， 是吗？是 all purpose flour。对。OK， 然后再来是薯粉。OK， 我们有薯粉，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gelatin, 鱼胶粉、啊、鱼胶粉。鸡梨什么？鸡梨丁。啊，是吗？华语叫什么 ？gelatin， 华语叫什么了？不知道。
啊，也像粉鱼胶粉，鱼胶粉是可以做接力的哦。啊，就是可以做接力的，但是这个布是叫鱼胶粉呢。鱼胶粉是给人凝固的。吉利丁啊，吉好像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呀、啊。OK， 我们有这个，这个是负责。像是做接力的东西啦，做接力做慕斯啊都会用到的。OK， 然后有糖跟糖，糖跟盐啦、啊，然后还有猪肉碎。对。啊，然后酱料有花雕料酒。你料酒可以只买一种啊。芝麻油跟洋啊姜葱料酒，你可以选一种就好啊。啊 OK， 吉利丁。吉利丁。啊，对，叫吉利丁。OK， 好，来，来，我们正式开始啦。所、so, 以、我们要先腌那个肉哦。OK，、我们要猪肉碎啊、还有就是我们要做那个那个叫什么皮啊？饼包皮？不是，你笑什么？是吗？不是，就是就是猪皮啊，猪皮拿去包那个水，就是要你要做那个有汤汁的嘛。所以我们现在是用那个吉利丁去做。所以我们就不用用到猪皮去熬 ，OK， 明白？不懂，总之就是这样子啦。OK， 好了，来。所以我们先要做那个汤高汤汁，对，高汤。小笼包里面的汤汁是吗？对。OK， 首先我们先做汤啊，高汤。来，我们就是用我们的神奇调味料啦，味霸，跟我们的吉利丁 gelatin 做高汤。做高汤啊 ，OK。来，晚上好，各位晚上好，还没有分享的，让我分享哦。对，这个可以你们收在你们的面子书里面。面子书，就是你的首页啊啊，你有时间要想要做这个小笼包的时候，可以拿来开首页来看，看一下啊，就是你就是会有一个记录档啦啊。对对对。OK， 好，来，我们先准备多少的水？说吉利丁，你只是需要一个五克，五克的吉利丁啊？为什么没有看到大妹的？大妹在忙啊，在忙着顾着小孩啊。OK， 五 gram 的吉利丁，分享了，感谢你们的分享。谢谢分享。五 gram 的时候，你可以放一点水下去哦。对，我们再放一点。水放水主要给它溶啊，你不是已经有拿一杯水了？那要给它溶解。那是热水。啊，放温水啊，你不能用烧水啊，烧水让它会连，你用烧水那就会。大概两汤匙，遮掉它，给它自己溶解进去一下。OK， 一般的水啦，不能放烧水啊。OK， 烧水是要拿来煮高汤的。So， 我们这里放一个半茶匙的味霸。味霸。大概是 2.5 克啦， 2.5 gram 的味霸啦，这些3克啦， OK， 然后大概100的热水， 100 ml 的热水，对， Vera 越来越瘦了， 对， 对，每一次的深夜厨房大家都会先称赞一轮你瘦先，然后再问哎，可以教这样减肥吗？是吗？好像大家都是这样子啊、哦。OK， 管好自己嘴巴就会减肥了然后不然就会问一下，哎，这个主播是谁？OK， 好了，我们就是这样子啦。3 gram 的味霸跟100 ml 的热水啊。OK， 来继续，那邓空啊，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哦。嗯，支持维拉一下，来让这维拉更加有嘛，弄容魄力啊。活力，活力啊，活力，活力，活力四射、啊。OK， 来，我们搅拌均匀。你看那个水它已经细了，所以它就会变成这样。哦，你不用特别去搅拌哦。对，不用搅拌了，就放两汤匙的温水，普通水。哦，两汤匙的普通水啦。Okay， 就是室内水。它融化了，我们就倒入进去。所以等一下你要用拿去煮。不要用太高温去煮它，中火煮它，煮到它有点泡沫，然后它的里面的东西都融化了，就可以取出来。哦，煮点泡沫就好。不可以太滚啊，太滚它会那个 gelatin 会化掉了。OK， 我们要用中火去弄滚它。OK， 看果然就是有人问什么秘诀变成瘦了啊？他就是一天睡觉起来就变这样了。OK， 没有啦，就是靠饮食啦，
简单来讲就是靠饮食，你饮食有在控制的话，你的体重也会控制 ，OK？ 啊 ，sorry， 你要拿东西是吗？嗯 ，OK。你就是这样子中火给他放啦。对，我第一次进来哦，哎，欢迎新观众，欢迎，欢迎啊！啊，感谢也感谢分享啊。今天要教的是小笼包 ，OK？ 虽然我们不是专业的，不过我们就是不断的研究出来的，就是给大家一个样本，OK？ 啊，我们的直播是表弟啊，表弟好主意。多多帮我们分享哦，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谢谢大家的分享哦。嗯 ，OK， 现在我们就是中火，让它滚啦、啊，它好像差不多要滚了哦。OK， 来，给它开始冒泡，你就给它搅拌。搅拌啊，冒泡。你看里面还是有一点一粒粒，没有，你可以一边搅。刚才我在拿东西的。OK， 不可以开太大火。OK， 不然很快焦。嗯 ，OK， 差不多均匀了，你就可以关火了。它放久了，定就是要给它凝固是吗？对，我要做那个果冻，那个什么冻，那个叫什么了啊？然后你给我回去想一下，那个叫什么？我看回去一下，有一个名称了。果冻。不是果冻。凝冻。OK， 这样子。你要过滤它，然后就给它冷却，然后放冰箱大概2个小时就可以了。就是小笼汤包的那个汤底呀、啊。嗯，汤底就是汤底，主要为什么汤底呢？看一下那个叫。就是小笼包，刚才我这个没有放汤底的，所以没有放它那个东西。对，所以你没有看到那个水分吗？所以你看到我包的很扎实吗？我。那么如果有汤底的话，它就会有皮冻啊。皮冻。皮冻他们叫第一次听到皮冻啊，他们用猪油，对，他们做猪皮，其实真的是用猪皮煮到软软啊，猪皮煮到软软，对，放下去变成猪皮就会这样变成一个胶，变熬胶了，胶那放在冰箱的时候，他们就拿出来切一块一块，就是切一块一块小块，像蛤蜊这样，所以那么就是每一个肉这样放一块下去。那是汤底来的，所以就会爆浆。对哦，原来是这样。爆浆的原因就是要用靠那个皮冻去做，就是先把它变成一个啫喱的样子，然后你弄热了就会变汤汁。对，明白了啊， okay? 相信大家也明白了哈。够250克的猪肉碎、okay. 啊，当然有点肥肉，有这个比较瘦了，有点肥肉更理想。嗯，你要喜欢肥的话，你放多一点。嗯。So, 花雕，因为我这个是用两种料酒，你可以只是用一种的。So, 花雕料酒一汤匙的花雕料酒，姜葱料酒也是一汤匙。Okay, 如果一般的料酒就两汤匙啦。嗯，如果你没有姜葱料酒啊，你这里也可以放一点葱制下去。葱制啊？啊，青葱制啊。碾碎它啦。啊，青葱。像都弄那一股汁，立刻变成它有，因为有葱姜葱的味嘛，炸碎那个汁、啊，有再放一点姜汁的味，一点点味， okay, 不要太多。收盐1/4茶匙，1/4茶匙的盐啊，用燕菜精也可以。嗯，糖1茶匙，1茶匙的糖啊。OK， 收我还需要一点那个水，所以你可以用姜葱水，但是我没有，我就放姜水啊、哦。大概2汤匙啊 ，OK， 对，它瘦了非常多，对，啊，你一定是很久没有来看直播了。麻油一茶匙，麻油一茶匙 ，OK， 香到隔壁村的麻油啊，好了，就是这样子了，是吗？还没有，最后再放薯粉，是吗？放一点薯粉。大概半汤匙的薯粉，半汤匙薯粉啊，让它更容易吸入那个汁是吗？给它比较容易软，哦，给它软化啦，柔软，都、okay、转一个方向啊，不可以转另外一个方向。OK， 这个要讲的是为什么要转一个方向吗？为什么 ？OK， 肉它有筋的吗？对。你转一方向，越转越搅，越搅变成肉就扎实。哦。如果你又转过去，转出来，变成它的肉不会
不会扎实，反而是松掉的。对，你这么你咬下去的时候，你就会有扎实。好像我们做肉丸就是要一直要向一边转，就是给它绑在一起啦，给它的肉筋啊绑在一起。哦，原来如此，所以只能转一个方向啊。对，让它的肉筋更结实。然后你也要拍打一下咯。Good morning, Christine Ann. Good morning. 来，早上好。我们今天做小龙汤包啊，刚进来是吗？Christine 应该是在美国那边啊，美国、美洲啊、加拿大那边的。OK， 来，继续搅拌啊。OK， 同一个方向去搅拌。OK。这样子就可以了。好了，中秋节快乐啊、中秋节快乐。大家有买月饼吃吗？看猜的、还是大家送月饼比较多。刚才做的冻皮是它是这样的，冷了过后还会、它冷了会变这样子啦。对，你假如放第二天它会更硬的，不用紧的，因为它底下你拿去 steam 的时候它就会变汤汁。OK，所以这个汤汁就是很上汤就很重要咯。对，所以我这个是做多的，你那个 recipe 也是会多一点。所以剩下的话，假如你觉得你想要那个汤汁更多，你够饱的时候再加多几粒下去也是 OK 的。OK， 所以现在你就先切掉哈。OK， 这个就是我们的汤底的部分啦、就是猪皮，假的猪皮。假猪皮，就是用蔗拉丁做的啦。对，如果你有，它也是很香一下的。OK， 有猪皮会更好啦。切到底要切给它碎一点，这样它比较容易入进去那个包进那个包里面。OK， 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维拉越来越瘦，对。OK， 大家的留言就是这样子了哈。我在等下一个留言，就是这个主播是谁。哇，已经认识了啦。OK， 好，来。OK， 所以这个分量呢，我是大概放了50克的那个冻皮。啊哈。OK， 你就取。哦，是放在一起啦，直接。对，放在一起。哦 ，OK， 我以为包了才取出。50克的冻皮。50 gram 的冻皮啦。Okay, 假如你要多一点的时候，也是 OK。你就可以放大概不要超过100就好了，好，因为怕你包的时候很难包啊。OK， 我们就是这样子搅拌在一起啦。我再加多一个20，这是250g 的猪肉啊。对。小朋友有一点吵啊，不好意思啊。Please quiet 啊 ，Please。对，中秋节大家都很热闹哦，这我们家也是很热闹啊。OK， 就一样搅拌同一个方向，给它进去。OK， 然后你这时候你就可以放在冰箱。放冰箱哦，对，这个肉也要放冰箱。你要给它硬一点，比较容易包。硬深一点。对。所以你就放冰箱，它就容易包咯。OK， 好。所以我有准备多一个了的。所以这个先假装去放冰箱啦，然后我们冰箱拿出来吧。等一下先，我要先做皮。OK， 好。OK， 好了，我们现在要来教包皮。OK， 这粉要吗？要。OK， so 这里呢，这个食材很简单嘛，我那个皮的话，因为我去本来想要用那个Japanese 的饺子皮，但是很难找，我就去看看自己做。结果自己做 OK 啦，我也是觉得，只是你要自己压扁哦。因为搓的那个薄度是自己手做的嘛，所以就有点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手工没有那么好的话，你就买饺子皮啦、哦。对，饺子皮也是可以做到的。饺子皮。但是你饺子皮不要买黄色，你要买白色，是专门是烤焦渣的。日本的啦。对，日式的那种就可以做到。但是没有的话，你就简单哦，用手做。但是口感那个厚度，就你可能要自己拿捏啦。OK， 嘉伟越来越厉害，做主播了，谢谢，非常感谢。中筋面粉120克。OK， 120克的中筋面粉啊。
然后 Vera 越来越漂亮了。你没有讲谢谢，谢谢啊，人家称赞你，你就在那边笑。OK， 好啦 ，120g 啦。啊 ，Kids voice doesn't bother 啦 ，Kids happy is happy voice 呀、yeah. 啊。只是怕你们听不到我们在讲话， okay, 对。说、okay? so, 盐的话呢，我们要四分之一茶匙的盐。四分之一茶匙的盐放在粉里面啊。嗯。OK， 说、so, 温水只是要60克，你不要一次过倒啊，慢慢倒。为什么要慢慢倒？因为等一下你要搓吗？打到它剩一个，剩一两克，你才拿上来。OK， 60g 的水啦。OK， 说、so,。去拿 spatula 先 ，OK。之后就是搅拌，然后搓成面团了哈。这种好像也可以做蛋饼皮。这种可以做饺子皮啊。饺子皮、蛋饼皮也可以。一样的，蛋饼皮。哦，因为我好像看过，也是面粉加盐加水罢了。可是蛋饼皮要放油啊。不然它哪里会有那个透明的感觉？哦，原来是这样哦。你要煎的时候再放油不可以吗？嗯，我不懂哦，不一样啦。OK， 好，我们就是这样搅拌了。因为这个没有放鸡蛋。哦，这没有放鸡蛋。嗯。所以你看它差不多成型了。没有看到慧红的啊，慧红她去照顾小孩子，对。嗯、就捏一捏、啊。OK。它不方便啦，所以要用温水啊。等下我们试吃环节就请慧红来试吃了哈、哦。像这样子捏、嗯。晚上好，多多帮我们分享啊啊！人数停在1400啊，我注意啊啊，可以不可以帮我们分享？再放一点点的水。好，放一点点的水。如果太干身就放水了。60g 是刚刚好的，不用加的。嗯、是一般呐、啊。嗯。百二加对，2:1的分量。粉二水一啊。对，是刚刚好的，你不用再去什么。水红 playing candles 啊。现在的小孩好像没有在玩蜡烛了哦。我们中秋节的时候都会去玩蜡烛，然后烧叶子。小时候就是那么的无聊 ，OK？ 什么无聊？这个是烧叶子哎，不觉得很奇怪吗？烧叶子是吧？然后还拿那种铁的盘子拿去烧叶子，对。然后那个铁门啊，插满蜡烛，做生日蛋糕。还要有时仪式感嘛，要有啦、啊。这是童年啊，生活要有仪式感。然后点蜡，点灯笼了哈。现在灯笼都是那个哎呀哎呀阿摩利多，打开就有声音的那种。可以做多少粒？这里可以做大概15到18粒这样子。哦，其实蛮多的嘞，15到18粒。你可以帮我再加水嘛，然后加时间那个 steam oven。OK， 所以你要让它休息一个5到10分钟再搓，因为它现在是你越搓它越拉扯。哦、oh, ，所以还是要休息的、啊。对，还是要让它 rest 的。哦、oh, ，要这样子盖着 rest 啊。对。哇。不可以进到风，不然会干。哦、oh, ，OK。所以你等下搓了，然后你要给它休面1小时，要给它 rest for 1 hour。没有放木薯粉吗？我的没有放木薯粉、啊。木薯粉是放在那个肉那边拿 啊，这个面团的话就不需要放木薯粉。OK， 你看我们的冰箱很多东西哦，不用招了。OK， 好嘞，这个是已经冰好的肉啦。冰好的肉啊是比较硬身一点，你就比较容易包咯。嗯， okay. 跟那个皮冻在一起，需要加淀粉吗？不用，不用，不用啊，不用。就你搓出来的话会是这样。OK， 你休息啊，又再搓就变这样了，滑滑这样子了。哦，可是比较粘性的，这真的是很像那种小笼包的包皮哦。嗯、啊，那就是那个来的吗 ？OK， 我们又再休息几分钟吧，五分钟。OK，OK，、okay. okay, 因为我要用到这里了。OK， 所以你需要一个类似这样的硅胶
硅胶 pad 啊，这个泵叫什么、啊？硅胶片。这个 baking 哈，是 baking。啊，烘焙会用到的啊，因为它这个不粘的，所以我们需要用到这个。或者是用砧板也是可以的哦。砧板就用木的咯，但是你要撒粉啊，因为它会粘在那个板上。嗯哼。这个就不会很粘在板上的。所以你这里呢，我应该是可以做十个，因为我刚才是拿来做了一半了的。中秋传统，你就搓成一个长条，对，搓成一个长条。OK， 我们先搓长条。帮我拿一个刀给我一下。搓成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没有放酵母吗？不用，没有，不用发酵。不用啊，不用发酵、啊。没有，这个不是来不是做包啊。嗯。它是做那个皮。小龙汤包、嗯、它的皮没有很厚，皮薄薄的。嗯、OK。酵母是要化的，这个不用化的。肉要冰多久？肉你冰一个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半个小时啦。嗯、因为其他的东西都是冷了的嘛。OK。所以我们就要九克 for 一个。九 gram 一个小笼包，九到十克啦。OK， 九到十 gram 一个小笼包啊，所以就可以做到十八粒左右是吗？大概是十八粒。I like 小笼包 ，Yes， I like too。我是在台湾，每次都去吃小笼包。嗯，台湾很多那种街路边摊都会卖小笼包。来 okay, so, 我们就是你切个大概尽量要给它收在一个纸袋里面，不要给它干 干身、哦、干身就很难，不然你就要拿一块布盖住它、啊、布摸湿、啊、就是说如果你可以你这一个湿湿的布哦，这样盖住面包住、啊、哦 okay, 就是不要防止它吹干啊，对，吹干的话就不理想，所以你切了九克的话你就有一个需要一个 rolling pin 啊、嗯、就给它转碾平嘛、啊，因为它的皮要越薄越好吃，所以你就尽量弄到它薄，可是你底部又不可以太薄，不然它会破洞。这个是最讲究技巧的时候，对，你就差不多这样子的时候你边边就开始给它压、嗯、因为你包的时候上面会是比较厚的。用这个刀会不会割坏面？我没有切刀很用力啊，你轻轻切就可以了。啊，应该不至于啦哈。Taiwan have a lot of good street food that's so yummy. Yes. 其实如果你们，我们是说，你可以用你自己的那个，大概是这样子啦哈、嗯。来看一下那个薄度，差不多这样子的。哦，其实很像，很不错哦。这个你包很大力的。嗯，我就包一汤匙咯。你包一汤匙， okay, 如果。其实他们是说你小笼包啊，你是有放住哦。大概一汤匙啊。你称一下，他们就大概称一下多久多少？来，为了包一个，我要包一个、啊。刀切 silicone mat 会受伤哦，那还是我没有很出力去切它，我只是轻轻吧，但是它是不会的。假如你是怕的话，你就放那个，你就买那个硅胶的切的，就拿来切了。嗯。OK。所以你觉得不够多的话，你就可以加多一两粒的那个皮冻，对，皮冻下去，对，就是我们的汤底啦，这样它就会比较有汤汁一点。对呀，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技术没这样好的话，买那个饺子皮做就好啦、嗯、自己做比较不一样吗？自己做也是会很厉害啦，当然。哦，这个感觉，这个你要自己练啊，我也是在慢慢学习着。小伟，你大概教一下。OK， 所以你就一只手要扶着这个东西揉团、嗯，另外一只手就要折叠。哦，就是这样折叠的、啊。一个转一边转，然后你就那个东西一直掉，你就推进去里面。那个肉就一直往里面推啦、啊。往里面推。哦，这样子折叠它就会慢慢刻起来了。你这只手要推啦、啊，推手指，你看它的食指推 ，OK， 哦，感觉有哦，哦 ，OK， 到最后的时候你就推到最后，它的洞会比较大嘛，嗯、你就可能可以夹在一起哦。哦，这样子夹在一起、啊。表弟是这样子转的啦。什么、啊？表姐，你看我包的几美。嗯
OK， 我其实觉得这样子很美了嘞。这样子还不算太美啊，可是为什么这样尖呢 ？OK， 我可以剪掉，可以剪掉。哎，这来看师傅来包。OK， 我们把这第一个是，那么你们皮啊底啊已经底有这样的了，对，对，那么你外面一定要薄了，外面一定要薄了，对，外面薄，对，边边要薄，对，边边薄的话，等一下你就容易包。啊，你看它表弟会有多一个功夫，就是边边特别薄一点。维纳是这样啊，它维纳是压一个形状就好了。对，那么我就要这样薄，它中间还是很厚的，中间比较厚的。所以为什么外面会薄呢？就是当你外面薄的话，你就可以包到容易包啊，容易包。对，谢谢 Christina Wong 的500个星赏，哇，感谢啊，谢谢500个星赏、啊、真的非常多，感谢你。OK。啊，超市买的饺子皮不够厚哦、也是啦。啊哥，你看你要大过多少个啊？啊，一般上我说，如果你大的话，你这个要包多一点哦。OK， 来，表弟就放差不多一汤匙啦。哇哦，这个好像很大这样哦。来看表弟表演了。用叉叉要多一点，多一点。那个汤汁。多一点就放一点。体重。OK。我包的就是跟维拉是差不多一样的啊。但是我是比较专业的，你看你折很多嘞，围绕一层一层折嘞，你直接折三四层哦。他熟练呐、啊，人家是师傅，我是初学者。啊，他你看他的手啊，你说我都是我都是中餐的吗？你是讲吗？啊，对。来，他的手就是一直塞肉，来，你不要动来动去，我拍不到。哎呦，你看哦，我塞往里面塞。很刚好哦，你包到。对呀、啊，就是这个是失误了，但是包的不美啦 啊。不美。很刚好，可是不美。来，我看一下啊。OK 啦、哦。半斤八两啦。而且这个感觉要破了嘞。会啦。这个会破啦。上面有些的小笼包上面是会有洞的。好、哦，特地的啦。用这个应该有5分钟啊，我们就一样。Homemade is the best， yeah。啊，这样你就跟着这个 recipe 哦。面皮要几克？9g 一个小笼包 ，OK， 总共120g 啦。如果你讲那个面粉的话，来再看一次表弟讲包。OK， 刚刚那个休息5分钟，我们又再搓啊。总共你搓多久？搓两次就够了，搓到它滑就可以了，搓到它像边这样子的，然后就给它休息一个小时。哦，休息一个小时，对，就是这个啊。OK， 肉跟哇，你的那个汤汁放很多、哦。对，你这样先，它等下出来汤汁就多了啊。OK， 来，你看表弟包，往塞肉，一个手塞肉，一个手折折折，按下去，按下去，按下去，这个一直拉，这里一直拉上来，下去。same 啊，我也是觉得 same 哦，差不多一样，师傅跟初学者，叫我是成功了的是吗？初学者已经蛮厉害啊，不过表弟包很快啦，还是有差，还是有差，哦，有头发啊，这个。哪里？不是，我是讲他的那个包。对，咖喱巴嘛，咖喱巴，咖喱巴，好的。吓到我，以为有头发。啊，这如果我这里就包不美啊，因为这里是我最后的时候没有收尾。你可以包一个好看的吗？你两个都讲你包不美，你要包一个好看的给大家。当然我还没有包七十九次呢，你给我包七十九次嘞。OK， 对，差不多一样哦，我也是觉得。好了，我们再看表弟。包完它。包完它啦。剩一点点嘛。再让表弟。多一次机会 <Okay. S 1> 看啊，边边弄薄它。OK， 边边弄薄。他们师傅就这样包饭弄边边嘛。没有，其实可以教鼎泰丰的猪排炒饭。表弟教。表弟教啊。我们其实鼎泰丰的菜肴已经教得七七八八哦。我们教了酸辣汤啦、啊。是不是，哎呀，鼎泰丰啊！哎呀，不是真的传统鼎泰丰，不是，哎呀，鼎泰丰，哎呀，鼎泰丰、啊。所以炒出来的是有哎呀鼎泰丰的味道。哎呀，差一点的那感觉。OK， 我下次做猪扒炒饭啊。哦，可以哦。来，猪扒炒饭啊，表嫂喜欢吃，但是我从来没有做给她吃。来，我们
再看多一次表弟的表演。这个皮是我比较小个一点的，就是、其实这种方面，这个是你熬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成一层皮一层皮，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拉一拉那个皮，它皮质，因为它比较容易控制的。这个皮前面我抓了太多皮啊，所以像后面就很难收口啊。所以这个就是烧头烧喉。上面为什么不可以剪呢？可以，你要剪可以剪。我们没有剪的，不需要剪的。等一下我们剪。自己做自己吃吗？OK。后面啊，你看，刚才我前面放了太，你可以帮我加时间。那个啊，后面。那个 steam oven， 你帮我看有没有加。这个我包坏了。OK， 我没有看到，来，那个了时间倒流，包坏了，回来了，来，我们再重来。对。请问汤汁是怎样熬的？来，汤汁是用微霸啦，微霸。汤汁已经熬好了，开始了。我们已经教讲熬了，你可以看回去重播 ，OK？ 有吗？这种这样的水煮不要先炒啦，抱歉，对不起，这是节目效果啦，我跟你开玩笑的。刚才有讲啊，我们表弟很爱开玩笑的。我们不是专业的，但是我们。来看我这个。我们来看初学者讲座啦。师傅就做不出来哈。太紧张了，表弟啊！大概一汤匙，你压一压它。失败是成功之母，对，还是有人支持你的。放一点点那个冻皮。冻皮。你怕太多，你就拿取出咯。你中途的时候是可以取出的。OK。来。折。拉一下，推，按一下，折。肉可以冰冻比较好吧，我们是有冷冻过了啦，我们是放冷冻过，放冰橱了。其实你的皮啊，你弄大片一点就比较容易包咯。这个皮不错啊，这个皮老实说，这个皮也不容易破。这个皮做的不错啊，它不会容易破。你看啊，我已经拉到这么薄啊，它都不会容易破。啊，这个、皮是可以的啊。Can Vera let us know how she managed to become so slim? Control your eat. 对。Control your mouth. Control your mouth. 控制你的嘴巴就可以。You are what you eat. OK. 像你像什么？我像什么？我像水饺。OK. 你看你。表嫂喜欢，但从来没有煮给她吃。表嫂破玻璃心，睡了满地。她已经。睡到不要再睡了。哎，这个就美了啦，这个就肯定美。那我就等一下，我们还没有看完 Vera， 先看 Vera 先。一点多料。OK。拉一下皮。你当你发现料有点多的时候，还可以补救一下啊。OK， 再看表弟啦。OK。所以这个一折一折的，对吧？如果你折到右的话，你就很美了啦。OK， 那个多上来的可以用剪刀剪啊。我上来，你看呢？拔掉，连上就 OK 了。OK， 连不到我的，看很简单，根本就不简单。我觉得这是要练的啦，要练。这个是不是一天可以做的？因为我们也不是做你知道 Vera 练多久吗？他昨天下午就一直在包这个东西，然后做到是扁的。因为他没有他是本身都不会包的东西啦，那就不会包了。他弄到扁扁的。这个用了水的，不过刚刚出来的成果算是还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你本身会包饺子，饺子或包啊，你会做包的人啊就容易了，如果没有微霸要怎样做呢？那个鸡精粉啊，鸡精粉啊，或者是你啊一熬啊，高汤也是可以，你煮鸡汤的汤也是可以是吗？所以在最后的时候，你就旁边压扁一点了、旁边压扁一点，就旁边压扁，中间是厚的，所以你拉的时候旁边的关系。OK， 我们现在就包这个，我要包美一点。如果你要包美一点的，你料就被放太多了。OK。你料都被放太多就美了，因为它不是很大个吗？我拿去 steam 啊。OK。来，所以你 steam 大火八分钟就可以了。大火八分钟啊。如果你是 shimano 的话，你就150度。150度你要预热先啊，然后也是八分钟就可以了。OK， 一般的锅八分钟大火啦。如果是 shimano 我们这种电子蒸炉的话，150度预热，然后八分钟。
没关系，感恩你们的心思及用心的分享，谢谢谢谢。那你分享了吗？感谢你。OK， 这应该会出错，我再拿多一个。OK， 我们做成这样了哈。这个是表弟做的，有一个小破洞。我最记得他。他应该会出错的，我是放这里。这就是家庭式的小龙汤包啦，成功啦！啊，是包不成功，你看啊，还是你的边边不要弄这样薄。OK OK， 我尽量更薄一点啊。OK， 我要做大一点，你弄太薄了， okay， 这个我做美一点啦。啊，你做美一点，你做几次？没有关系，我们还是会给你机会的。我们先去看一下针，去讲针。OK。啊，用猪肉馅先包裹汤冻，再包皮，可以吗？什么意思？就是你那个猪肉不要跟那个皮冻混在一起，你就是猪肉先包成一个圆球先。哦，这样那个 mix， 你就自己阿嘎哦。呀，明白我意思吗？不明白。因为你现在是分开放嘛，所以你不懂你要放多少那个果冻。哦，就是皮冻不知道放多少。哦，我们是 mix 在一起啦，所以就其实我们的料是很多的啊，料的是我们开始的时候你就因为我就慢慢我们可以慢慢转动还排名啊。OK， 来这里啊。OK， 来打定它呢，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分开放的话那可以，但是你要自己衡量啦。那个猪肉跟皮冻啊，要自己衡量。The steam machine also very fancy 啊。对，那150度啊，8分钟啊。假如你 steam 的话就8分钟大火一点。表弟讲很多次要做美一点，对。可是我们还是给他机会啦。OK， 这个是美了。永不放弃的精神是好的。OK， 失败乃是成功之母哈。可是每次收果不那么美，收果不美。OK， 这个我觉得有包比较好一点啦、啊。那收口不美。收口不美，剪刀剪一剪应该是还可以，还不错的哈。因为他们折很多，在于他们折到很多折，他很多折，对，小小他是小小折，我是大大折了折，对不对？你看，如果他折到很多很多层啊，整个小龙猫就很美。那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接到很多线这样啦、啊，很多条线啦、啊，这样我的线是吗？很粗了，很少。因为我折很那个。做酥皮烧包也是这样包，我每次包到收口不懂怎样收了，有的收口会开掉，有洞洞。要练啊、哦！所以就是大家一起练啊！小弟不要一直笑表弟。他笑而已啊，那做不出来了啦，那我一定做不出来的嘛。可是你有几十年经验了耶。OK， 不好意思啦哈，这个就是节目效果咯。OK。好啦，我们不是专业的，但是我们很肯尝试去做这样的东西。对，尝试去做。其实我刚刚有看到他做出来成果是很不错的啦，虽然没有到外面的卖相好，可是已经很厉害了。我自己也是这样觉得。慢哦，我的 feet 没有问题啊，你慢，可是你 OK， 表弟失败两个了，OK 啦。OK。好像修埋了，你修埋。直播包小笼包真的是压力大，因为我们都不是点心师傅啊。如果你是点心师傅，那就不同了，对，他们就很熟了，各有优势啦。OK， OK， 这样就是我们的没有了皮，没有了包好了的啦。OK， 这皮是。昨天的皮是吗？今天下午的皮啊。表弟的手势很像专业包法，对，他是有经验的，只是太久没有包了，是吗？对对对，我已经是这个已经十多岁的时候我会包，但是现在太久了，不已经生疏了。可是维拉这样包是美了，但是他的口啊是收不到，有洞了，口收不到，反而是表弟的口密封的。没有哇，这样是很好。他有拉，他们有拉哈。我们就是我就是在最后的收口啊，不过硬啊。姜还是老的辣，对。姜知道，我们这个是老姜来的，你。
讲你啊，讲还是老我知道啊，我是大家都不知道吗？好了，这样我们就是等我们的小笼包 steam 好了，我们小笼 steam 好啊。OK， 那我说了它。嗯，来，现在是 steam， 看看我们看成果、哦。OK， 我们先等一下，几分钟？八分钟是吗？对 ，steam 八分钟。OK， 在这个八分钟里面呢，我们现在要来打个小广告。OK，OK，、okay? okay, 这里有跟大家分享一样，都是很多人问我小米辣，小米辣，我从来自己人的做的小米辣，我从来没有。特别去介绍过啊，线上跟他们卖啊。今天把这事做，有人是一直问我小米辣想买得到，想买得到。然后我今天啊叫他们做一个优惠啊，九月九啊，九月九啊。那我要跟大家叫到小米辣的。来，我们今天要的广告就是 Heavy Ham 啦。那个是 Heavy Ham 啊，这个小米辣是用这个红葱头。我的旗舰店。每一个月排第一名的销售，第一名的销售，每个月第一名。而且这些枣你不能吃到它，你一吃到它你就爱上它，而且是长期买的、哦、啊，长期买的。我的顾客没有多少个，但是他每次来是买三罐五罐这样买了。对，我那时候在 Mid Valley 的展，表弟的展有帮忙站岗过，然后有就是大家都会来问 Happy Ham。 对啊，那今天 Happy Ham 呢，有我今天讲，有今天有特别的优惠啊！哦，啊，我是老实说啊，我是帮助我弟弟妹妹他们这个是我妹妹做的，嗯、这个我弟弟的太太就做了，啊，哦、不同人做的、啊，对，但我是都是你家人做的，我家人做了啊，嗯，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要讲葱油酥，很多时候葱油酥哦，这个葱油酥，我给你看看这两个葱，那一个葱比较贵。看起来是这个啦，比较紫色的啊，比较紫色的葱油酥比较贵，对、嗯、啊，红葱头，小弟，不过辣椒是小的辣咯，啊，不是哦，姜老的辣哦、啊，可辣椒是小的辣哦。OK， 我叫什么 ？OK， 我给你刚，给大家，我要给大家明白一下东西啊。嗯，这个葱，这一个葱，一 kilo 五块钱不到，一 kilo 五块钱不到。对、嗯，那么这个葱呢，一 kilo 超过十五块，这么讲贵啊？啊，这个是泰国葱头籽，嗯，这是印度葱头籽，所以印度的比较好。那如果你叫我买的话呢，如果半行，我做工半行，我就要包这种大粒了，因为这个一个大粒，这个小粒要包四粒啊，是不是？这个是很多工了，很多工了。嗯，我们做小弟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葱籽，很不爽。但是我们餐厅我们都是选择用这种葱籽，为什么？泰国葱很香。所以它有它的价钱，是贵了，贵了三倍。Uh-huh. 这个是一公斤十五块，如果你们要你去开看的话，十五块左右，这个一公斤五块钱左右，啊。像你用的是？对，这个葱头，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大葱，它是真正的是一个吗？哇，打开就有香气跑出来。对，它是香气啊。这个是用。泰国葱的、啊，对，泰国葱的，我们从来没有用过印度葱啊。哦，原来如此，小粒的比较香。对，我们是用小粒的、啊。对，我们从来没有用过啊、这个印度葱啊。如果是、哦、你看，如果是用印度葱的头发，你一吃一下就知道了。很香嘞，你这样倒出来。对，那么真的很香。很多时候我们要做葱头油，怎样做呢？葱头油就是要你不用去扒了，你买了这一罐的话呢，你就是拿一点点啊，去炸油热下倒下去，然后往里面，它整个是葱头油了。哦，就是所谓的香油。那么这个啊，这香油，那么这个呢，你就可以，你吃面的时候，你买了面，可能那个面少了一点味道，你就把那葱头放下去啊，放在面，放在饭。炒饭炒了饭过后，你可以放在葱油。或者你打包米线嘛。啊，对，放在加一点。对，你买了、啊、米线，买了个盖细火盘回来。嗯。但是它少了一个葱头味啊，你撒下去就葱头味了。所以这个是很好的，而且嘛，很香的它葱头籽。你知道料拌到这样的话是不简单。嗯。真的是不简单，你要切。我去住过我姑姑的家，嗯啊，每天早上就每次被那个葱的味道呛到，嗯啊，他一个在外面就会一直切那个葱，而且切那个葱，而且我告诉你，我们的油炸一次就没有炸第二次了，哇，这样干净啊！油炸了第，因为油炸了第二次的时候，这个整个葱头的那个就不出来、嗯，我们炸了一次就收上来，啊，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葱头籽是多么的啊，我们的炸葱是多么美的，那么的啊，是纯正的啊，泰国葱头籽。OK， 今天我们不讲。那这一叫葱头籽，在我们原价是28块啊，一罐28块是很多了，里面是很多28块。那么小米辣一罐是19块。19块小米辣。对，今天呢我们有个配套啊，这里就是104块。嗯哼。啊 ,04 块不好听了哦。啊，我们说今天你这个下单的话呢 ,99 块。哦，今天的优惠就是这样子，一整套99块啊。四罐加一个，这样99块。四罐小米辣跟一罐这个葱头酥。对。价值总共99块。OK, 来要的话啊，打上 AE 加一啦哈。西马免邮。啊，西马免邮啊。OK, 东马30块运费，新加坡40块运费啊。来，这个就是9月9号的优惠啊。对 ,99。99。OK。然后葱油酥一罐，四罐虾米辣啊，99块 ，OK，A 一加一要的话，那我们的虾米辣啊 ，OK， 我给你们介绍虾米辣，虾米辣、啊，只要你打开来，这个没有防腐剂的、啊，嗯，你纯天然、啊、没有防腐剂，纯天，你看啊，没有看到一个虾米辣啊是没有油的，里面没有油的，干生的，啊，我真的很干哦，干生的，我们的虾米辣干生的，我跟你讲，我们的虾米辣。是干生，你看到油吗？它是粉，整个是干干生的、哦，所以它是很，它是很嘛，我们很扎实的，嗯、没有油。如果穿油的话，它就可以很多了了。对，所以我们这个小米呢是，你看很多吃下去，而且我们的小米是用好的小米啊，不是那种碎的小米啊，你吃下就知道了。对，我其实，在表弟的那个展览有帮忙摆过嘛，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新年，嗯，你有卖那个虾米卷是吗？对对对，新年饼啊、嗯，他就是用这个虾米辣包的，嗯、每个人试吃了一个哦，像我要一罐虾米辣，啊，所以这个味道我觉得是喜欢吃辣的、啊，喜欢吃虾米辣的，而且、这个、一定很爱这个虾米辣呢，比较少 ，Micky 很简单，你拿两个白面包，放一汤匙，哈哈，夹住。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夹住就这样可以吃了咯。白面包夹着吃了。白面包夹这个，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这样虾米辣它就是有味道了吗？啊，确实的，它很香。对，对那么这个你是干捞面，你做了干捞面，买回来干捞面，你说哎呀，差了味道，这个放下去撒下去，炒饭撒下去，嗯、羊角豆讲走，水滚，放一点盐，放一点油，羊角豆放下去，穿烫一下。手脚跟它捞上来，放虾米辣。对，头尾切一下，摆到美美，上面铺上虾米辣，就一道菜了。哇！这样上面你刚刚铺上去那个羊角就，啊、嗯，就是这样就真的很香。这个虾米辣我很印象深刻，就是吃端午节时候肉粽啊，一直放这个的。那这里有谁有买过我们虾米辣？你们可以给一些 comment 评语，不好你讲不好。嗯啊，评语啊啊，我看一下 comment 啊，炸葱放。油下去一起瓶装瓶放进瓶装瓶会保持得更耐极酥脆啊。嗯，是对了，你讲的是没有错的，如果我放油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嗯，告诉我你就找不到这么多的炸葱油渣哦。我放油的时候我一般我就可以装放油就可以整个了，明白吗？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所以材料就没有这样多，材料就没有这么多了。我油放下去，它就浮上来了。Can buy from JB? Yes. Yeah, 你再去 JB。任何西马的每个地方都是免邮 啊，所以 JB 买的朋友也是免邮啊。嗯 ，OK，、啊、来要的打上 A 加一啊。A 加一，你来我的店买啊，听来。嗯。你买我的，来我的店买，你买四罐加这一罐呢，104块。哦。哇，你店卖的比较贵。如果你白天早上今天进我的店买四罐加一罐，是104块。所以只有今天这个优惠、啊。对，我们今天我们不知道今天，我们就晚上我要推广他们，我叫他们做多一点，嗯、我帮他们卖，我是要帮助他们赚一点。虾米辣夹面包很好吃，对，赚一点是。所以大家可以买回来试试看。好、这个是真的，如果你买四罐呢，包括这个是99块。配白饭也是好吃的，对，哦，很好吃的。这个东西你掺很
好像等下那一个拿饺子来，你喜欢吃辣的可以掺饺子吃。啊，沙巴可以买吗？可以，可是要给运费啊，要给30块运费啦，不好意思啊。OK， 运费会稍微贵一点。对，但是我们说你是值得你拥有的，因为什么？这个小米辣啊，我们本期在店里面我们卖19块，那么这里这个是28块，所以我们所做的啊，你如果跟着我们很久的粉丝们都知道，表弟做东西，我们的东西都是不差的。嗯，我们追求葱头籽有两种，我们用嘛泰国葱头籽，我们不用印度葱。泰国葱曾经起到20多块，一公斤20多块，我们没有起价嘛？没有起价，因为我们不能你起价的话，以后便宜的时候我们赚，所以来多哎嘛，便宜的葱头我们赚是赚葱头的差异。如果葱头也是便宜一点的话， okay， 我们是赚。还可以耐多久 ？Expire date？ OK， 这个是半年。小米辣半年开了罐就是半年、啊。这个是3个月啦，一般是3个月就吃完了啦。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拿的时候，你拿的时候拿汤匙啊，铁汤匙啊，你拿出来的话，你不能有水分啊，汤匙不要有水分啊。汤匙要干身去拿。对，汤匙干身的时候，你这样拿上来的话。啊，拿上的时候你要多少拿多少，然后你干米汤，你放在外面3个月都不坏。3个月啊？我们没有防腐剂，放在外面3个月都不坏。所以开罐了就只能耐3个月。啊，放在外面3个月都不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炒到很干身，嗯，炒到很干身，炒2个半小时啊。2个半小时，不是人炒，以前是用人炵炒到2个半小时，现在是机器炒2个半小时，也是要用人去挖的嘞，还是要抓？哦，我就没不知道，我没有在现场、啊。因为我们还是要 check， 还是要 check 的，怕它掉电啊。像我们的那个品质保证真的是非常的。对，这个是品质保证啊。你买回去的时候，你说表弟你的小米辣不好吃啊，你葱头臭油味臭了，表弟你骗人了，一个信给我，我就原形奉还给你。来，有吃过讲？啊，臭油味的嘛，来欢迎在下面留言呐、臭油味，我是说你买回去啊，3个月4个月才吃，你就会臭那个啊，那个就已经有漏风的味道，那不是臭油味，漏风的味道啊。嗯、因为我们为什么不会臭油味？因为我们油炸了吃就拿掉了。嗯，所以它来西马免油啊，要的话打上 A 1加一啦哈、就是这个啊，葱油酥一整罐啊，来这个表弟已经倒了一大半了，然后。葱油酥一整罐，然后4个小米辣 ，OK， 4个小米辣啊，原价104块，现在只需要99块，要的话打上 A1 加一啊，西马免邮，东马30块运费，新加坡40块运费啊。你们吃了这个的时候，你们有可以给我一些啊、回馈一下，如果你在座的粉丝们，如果你们真的啊有吃过的话，对，可以给一些回馈，对啊。OK， 我告诉你们，这里下单你便宜5块，你去我现场买的话104块是真的啊。如果早上你买的话，今天你买的话104块，同时我们还冒99块，我们还免邮给你送到你家。对，如果你去到表弟旗舰店，你还要给邮费，还要给托，甚至还要自己驾车、还要自己驾车，浪费体力浪费钱啊。你在这里打上个 A1 加一罢了，手指动一动，你就可以99块买完这5罐东西啊。OK， expired date 新鲜的、至少你可以至少5个月。我们就是我这里多少他会写吗？下面有写了啊，这里有写了，会到明年3月啦。我们是半年的啊，你开罐了是3个月啦。开罐之后可以耐3个月，开罐还可以用啊，还可以用。但是如果你要耐久，你放冰箱。对，放冰箱、啊。我是说，我放在外面不放冰箱可以3个月。如果你怕不好，你就放冰箱，放冰箱你半年都没问题啊。嗯，开罐了放冰箱，所以你我就说你不能有。汤匙有水分啊，汤匙有水分，你就要放冰箱了。嗯，你不小心，哎，汤匙拿到有水分，能不能放冰箱？那么如果你煮菜的时候啊，蒸汽上来啊，你这样放下去不可以啊，蒸汽进去有水分啊，那你就要放冰箱。嗯，所以你拿它也是要保持干身去拿。干身，你如果真的开到弄到水分，放冰箱，放冰箱放半年都不用紧。OK， 啊，来，同样的道理，葱也是吗？啊，葱也是啊，可是葱 OK， 葱头很简单的，葱头如果你说哎。如果我们用的不多，用到剩下一点的时候，你就是什么？用到剩下，你像怕不懂，你用热油，不要偏香油啦啊，不要太热的油啊，差不多是80度的油，对不对？倒下去，
震震它，那么就把它收在一个玻璃碗里面，就是这个葱头油了。啊，这个就可以耐更久。更久啊，那个葱头油就可以耐更久。啊、你是直接倒在这手上来，好、啊，那这个是值得大家买的哈。可以，我们说这个葱头是泰国葱，那么当然我们小米那吃下去，每一个你吃下去就看到小米了。嗯。纯正的小米，你买了这个是你一定会长期找我了。真的是很香。长期找我了，这个是我们长期啊。一直都有在卖、啊。对、啊。只是今天有出优惠啦 ,9 月9号的优惠啊。今天我们是99块啊 ,99 块。再跟大家讲多一次啦，葱油酥一罐四罐虾米辣，价值全部 104, 现在只需要99块啊。西马免邮啊 ,OK? 东马运费要30块，新加坡要40块啦。对，如果要的话打上 AE 加 E 啊。有吃过的粉丝们哦，和朋友们对不对啊，来啊，妈妈的 JB 的店在哪里？他们没有店，你可以去Chilisha可以买到，可以在Chilisha或者是 off day 可以买啊，可以在 Vera 的店或者是表弟的啊姐大姐的女儿的店买得到啦，一个是 Chilisha， 一个是 off day 啊，104块啊，对，你买这样的是去 Chilisha 买这样是104块，去 off day 买也是104块，对，今天我送到你家不用邮费。就是你打上 AE 加一罢了，你多一个礼拜就看到在你家门前了。嗯，只需要99啊啊，所以打上 AE 加一啊。可是那不很抱歉哦，在新加坡，新加坡我们没有啊，这有免邮，免邮。但是如果你买多一条网，邮费会便宜一点。买多邮费便宜啊。一点啊啊，就是我当然我这个是。对，新加坡邮费太贵了。对，我们也不鼓励。那么如果 Christina 你有回来。回来回来 Malaysia 的时候，你们可以去 Chilisha's 或者是 Off Day 买啊。Christina 就吃的呀、买了蛮多次了啦。OK。啊 ，You ask your dad to fry onion is handmade or machine？ 我们炸葱是用手的、哦，用手工去炸的、啊。真的，因为是小家庭做的，家庭的，我们说 homemade 啊。这是家庭式的做，我姑姑切到他的手烂到很孤立，你懂吗？啊，还是因为很小个，然后他们就会一直切。我明天早上都被呛到那个味道。我也是每天早上眼睛。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说辛苦钱来的啦。对。这是辛苦钱来的，我们这个不是那种大公司弄的机器巧，他们是小巧。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是很用心，是把我们的产品做得很好。你看我们如果真的要是我们大家赚钱、我用这样的葱头纸炸出来的话，没有得比了，味道差很差很厉害、这个、天差地远啊、为什么这个泰国葱是特别香呢？也特别贵，而且机器切的话哦会比较粗一点的啊，没有这样细这样幼。假如你是工厂出来的，通常他们是会放很多油在里面的、然后他们炸的颜色不会像这样子这样金黄的，是比较深一点的啊、okay。所以你外面买的跟这个而且他们是很大片，是用这个了啊。外面你看大片的，你看大片的一定是用大力的，我们是小小片的是吗？我是 Sarawak 的，虽然邮费有点贵，我还是回购了三次，因为太好吃了。对，大葱也是一级棒。对，这个是真的是值得大家。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花个99块来试试看啊。真的很值得，你是啊，你买了、你不会后悔啦，除非你不爱小米辣。人因奉还啊，如果你认为不好，一句话跟表弟讲不好，人因奉还。这个是我们敢保证，我们自家的产品，而且是回购率超强的一个产品。对，大家买了几乎都会回购。对而且卖了多，你直播到现在。没了，你有亲在新加坡吗？我记得 Christina， 如果你真的要的话、你可以来私信表弟啦，你可以放在 off day 里面过来的。你来联络我小妹，那个Ivy， 你联络 Ivy 有常常进出，你可以去跟 Ivy 拿了。这样就省了邮费，我就不想了。Christina 讲要订三套。你去跟Ivy Lim，你跟 Ivy Lim 联络。Ivy Lim，就是我们他懂了，他认识。认识的 ，OK，很好吃，真材实料，真的值得买啊！对，OK。哎 ，Christina， 私底下我有跟他他买了两次了。OK。When I asked my son to do the onion, they told me they are busy with work. So I think you can buy lah, okay?对，这个葱油啊，葱油丝啊，很简单的，你就是放在一个碗啊，热油啊，
倒下去吧。倒下去，如果油你的油太热的话，赶快穿点冷油下去，不要给它超大烧焦啊。所以我们的也不是炸到很黄很深的啊。那么这个如果你说放在去的油油炸一下啊，哇，整个香味就出来了。哦，不要扒到你啊，每次扒通脖子啊。对，这头头，所以这个省很多工，就大家我们就是已经帮你炸好、切好、OK 都是方便的。对、OK， 来，我们的小笼汤包好了吗？我们看看小笼包来。这个记得啊，如果要的话，打上 A 加一，免邮、鲜货吗？对，是鲜货，一定是新鲜出炉的再寄给你。昨天、前天才做好了，我今天才特地在9月9日才介绍了。对，我今天才做好两天，他们在这个哇。哇、wow, 我们的有像呢、这个比昨天的成功很多、它真的很像，可是你稍稍吃比较好吃，刚才有冷了一点哦，你就保温一下哦。我拿去保温了。这个优惠只有今天吗？对，九月九的 promo。九月九，当然你可以私底下联络我，我可以会给你一个优惠的。OK。你买完的时候那个我是送。虾米烂了。其实我是送啦，老是送啦，你叫我这样来卖啊。我是别人的产品，我不会这样卖的。为什么？因为是自己家，自己家乡，我是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因为都是手工的东西。我像我妹妹，没有卖什么，只是做这从头书而已。来新加坡，如果买两三套，邮费一样吗？会加多一点，每一套加多一点钱。你去打上下。你不是新加坡？我建议你们买两套以上就比较便宜的邮费，比较便宜一点。你不是讲会便宜吗？会便宜一点。便宜一点因为它是这样的，它是上它第一个 okay, 你跟系统联络啦。它第一个公斤30块，因为这个是差不多2公斤嘛，它第二个公斤是每加多一个公斤10块，如果你买两套的话呢，是优惠是60块。新加坡如果你买两套的话，你优惠是60块，因为每加一公斤的话多10块。所以如果你有朋友也喜欢的话，可以一起团购啦，团购会比较值得。OK， 这个我们可以好像，这个我们好像风吹干了啦，因为你可以放这个这个就是，但是讲吃的呢，其实吃这个是你先要咬一下，你咬太大口了，人家是咬，我没有咬，我是咬破它，把那个字啊。哇，那字真的甜哦！甜哦！我把那个字吸干了。对，就是先吸汤汁，吸汤汁，然后再把这个放下去。当然，如果你要虾米辣的话呢，因为我虾米辣我就拿干生的汤匙啊。因为等下这个我还要倒回去了对，这个是干生的汤匙啊。对，我就放下去。你要尝那个虾米辣可以吗？可以了。How much for two set from Singapore？ 来打上 A1+2 ，OK？ 然后你联络系统，他会跟你说。系统会帮你算。系统会帮你算，很好啊。好吃吗？你要吃一口吗？好啊，可以吃一口。用另外的汤匙。我就直接一口塞啦。你这吃要有先。我其实真的是很爱吃小。你要点那个吗？一点点啊。你要姜吗？一点。你吃姜啦。其实那汤汁可以放更多一点，更理想。OK， 够了。没有，可能它干了，因为 steam 看起来好很久。steam 很久了。OK， 这个就是所谓的小笼汤包。有汤汁啊，吸下去。烧啊，小心。爆浆啊！爆浆了。要多爆一个来看啊。来我们再拿放在碗里面。你要这个吗？这个很好吃。这个有没有？这个比较多是干掉了，干了啦。就因为刚我们讲太久啊。那水分。那个汤啊，这个汤就是，其实小笼包就是那个汤汁很重要。好吃。因为这个皮有点厚，就是水包啊。不懂。比较皮薄一点。口感就好，这皮有点小厚啊。OK，A1+1 就是4罐啊。今天我们 A1+1 有4罐，来一罐来一组 A1+1 啊。你要买2组 A1+2 啊。从头输一罐。跟4罐虾米。对，这是这样的。今天你拿到的会是这样哦。这是 A1+1 99块，西马免邮。那这是便宜5块钱啊，5块钱是我是回馈粉丝。可以配饭吃吗？可以，可以换一流啊！我们来炒饭也是很好饭，
面食，葱油面配这个也是配面的干捞面啊。你黄鱼这些我告诉你，你买了啊，你一定找我了。嗯，来再跟大家讲一次啊 ，A 一加一里面有什么呢 ？A 一加一就是有一个葱油酥，一罐啊，然后有四罐虾米辣啊，这价钱全部加起来需要104块，可是现在有优惠，就是99块啊就能买到，所以是西马的朋友是免邮啊，免邮。东马的话需要30块运费，新加坡是需要40块啊 ，OK？ OK， 如果是新加坡买两套的话呢，邮费是60块。嗯，邮费60块，新加坡两套的话啊 ，OK？ 因为每公一每增加一公斤10块钱。啊，西马免邮啊，西马是 free delivery，OK？OK，、okay? 啊 okay, 这个是值得大家。如果你买回去你说不好吃的话，原因奉还给你们。嗯，可以耐多久？来。啊虾米辣可以耐至少半年、啊。半年呢、啊，我们就是说你拿回去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做了刚做了两三天几天啊，你拿回去的时候。我们是近几天做好的。再做起来再卖给大家。对，卖给大家、okay? 是新鲜的，因为它虾米辣从来没有存货了，它只是每一天每个时候都有存100块左右，它存不多了，因为它卖完了它才做第二轮，做第三轮，它不会说啊做到一大堆在那边，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对，他是看好订单来做的。对 ，OK。来冲优酥可以耐多久 ？OK， 冲优酥一般上3个月。3个月啦。如果你3个月哦，我也忘记吃过，它吃不完的话没关系。我建议你，你油锅热油，一点油热，把你的冲油倒下的油里面，油热一下，给它浸泡一下。那冲油一浮上来的话，你就把它装在玻璃瓶里面，那么可以耐更久。啊，威霸哪里买？威霸现在没有我那天介绍一下没有货了啊，下一次啊，威霸下一次啦、对对 ，OK， 好来，那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再有更加有一些粉丝想要更了解，可以更问。来，我们的这个葱油酥跟虾米辣啊，一罐葱油酥跟四罐虾米辣，109块的。价值啊，只需要104块的价值，只需要99块啊！现在来需要的话，打上 A 一加一哦 ，OK？ 啊，西马免邮啊，东马运费30，新加坡40啊。I have made payment already.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你，谢谢你。Okay, 就是，这个你进我的店买19块一罐，嗯，四罐呢就是多少？19、19、38、76块，加上这个28块。104块，几时会寄货？明天就寄货。明天就寄货啊！现在下订单，明天就寄货。最迟八一啊，最迟八一啊。因为明天他们就如果你寄货，我们就发货，就会发货。嗯，我们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因为有货的人发货啊，不是我发货啊。OK， 厂发货啊。好，来我们再讲多一次啊，4个虾米辣跟1个葱油酥，全部都是表弟自己的亲戚做的啊。我的弟弟妹妹给我们做了 啊，我们自己家族生意啦。认真来讲的话 ，OK， 所以不是什么公司、什么工厂去做的 ，OK。好，来要的话打上 A 一加一啊，这一整套啊，99块啊 ，OK。西马免邮，东马30块运费，新加坡40块运费啊。可以去店买吗？店没有这样的优惠啊！啊，店真的没有这样的价便宜的优惠。可以，可以，你来我店里买。你来店，如果你买一罐两罐，但是如果买配套，你跟我讲啊，表弟，我要去买配套 ，OK 了。嗯，好、okay。其实店我们，其实我们店是卖104块，如果这样的话，嗯，好、今天我有一个买一两罐可以啦。今天有一个买了几罐，但是我没有跟他讲晚上我有做这样东西，他买了几罐，好，那么当然有什么你不跟人家讲？那是我突然间断了。我这要买了，这个买了几罐，我要还租金。不好意思，这样了，我们是在我们是啊，今天就要做这个单是说104块的价钱，我们只是99块，而且免邮啊。我主要我真正的目的是要帮助我的弟弟妹妹，对，去他们啊，从头起是自己做，那么这个他们就是靠这个虾米辣。我是说虾米辣从以前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投诉过，嗯，而且买了又会买来，可以先包好小笼包再放冰箱吗？要吃的时候才蒸，可以啊，可以啊，放冷冻啊，新的时间可能要拉长啊，你要等它 defrost 的时间应该要10到12分钟，
steam 时间要10到12分钟啊、嗯、OK 好，来我再看一下、How much 来99块啊，很值得买 啊，好吧，你去我的店买 啊，你去吉利设施买啊，我去 offline 买啊，都要104块啊，如果只有现在这样的配套，就是你看这个直播才有99块啊、OK 要的话打上 AE 加 E OK、I have all the three set. Yes, 非常感谢你。OK， 谢谢。这个你跟你讲啊，表弟 promise 你讲到哇，我的葱头子插老牙，你拿回去，马上告诉我，马上退钱。啊，只有葱油酥的配套有吗？啊，只有葱油酥，一罐就是一罐，28块了。28块你要，其实你要单买也是可以的，是吗？对，有单买。可是还是要算运费哦。运费那个要算运费。啊，可是这样子。但是啊。现在这样子就是 OK， 如果你充油酥了，你买四罐，我们免邮给你了啊。哦，来，突然间来的、啊，来充油酥四罐免邮啦 ，OK？ 啊，只有洗码啦。啊 ，OK， 充油酥28四罐多少？112啊，112我扣5块给你了。啊，啊 ，OK， 就跟一样5块，这四罐充油酥免邮给你，扣5块给你洗码。哎，有人问，但是你是像我吗？我这人不能下单啊，因为我没有那个系统的。哎，有人问 ，A 一加一加下单，魏爸能一起计省运费吗？没有魏爸了，没有魏爸了啊，切破啊。那天他剩下不多，我就跟他、介绍一下，没有货了。OK，、我们魏爸先暂时没有了啦。OK，、我们现在只是卖虾米啦。OK。还有这个葱油酥，来一整套啦！啊，再讲了一次一整套啊，外面买就104块，现在只需要99块啊！啊来，西马免邮 ，OK？ 你打上 A 加一99块免邮啊！东马的话30块运费，新加坡40块运费啊！来，要的话打上 A1+1，真的是值得了。OK， 我们我们用到现在，我们吃到现在，我们这个小米辣是长期用，而且呢，煮什么？你不要只是小米辣子的，你可以煮烹饪的，不带三八不带，不带三八不带，啊、炒虾球，炒虾三八虾，你这个单就是三八了。你放几汤匙下，你看你要放的时候，你要加一点点水，一点点的那个糖下去，再加点调味下去了。因为它还是辣吗？黑芋头糕啊！哇，芋头糕啊！萝卜糕一流，芋头糕、萝卜糕一流啊！配辣椒板面也行啊，辣椒板面，你干捞面放下去就辣椒板面了。这个就葱油面咯。葱油面它是你做过了，李文贵啊，就是放下去。其实你很多料理都用，很多料理我们都用了，真的很多料理，你可以去看回去。煮咖喱鸡，你咖喱鸡用鸡粒煲啊。怎样都不够这个来，因为它是虾米的香味。我说为什么你用放这鸡皮货还是要放虾米的？它是用好的虾米哦。用对，我们不是洗干净的虾米。洗干净的虾米。而且不是，所以你说为什么没有那种？如果是虾米碎啊，你一咬下去，很多时候咬到好像是什么？对，你会吃到了。壳，虾米壳很多。而且腥味很重。啊，这个就不会。完全不会有这个味道。这个就是值得我值得我介绍了。今天如果你买的话。那很多粉丝，好像刚才有沙拉瓦粉丝，他买了2-3次，他买了又再买，他说他不管运费啊，就是要买就对了，就是、因为真的是很值得吃。来、，What to use if don't have way bar of the sauce for the sauce？ Use chicken stock， chicken stock 啦、啊、对对对对 ，OK， 我们就是用鸡汤啦，姜鱼子汤也是 OK 啊，也是 OK，OK、好来。啊，要的话打算 A 加 一啊，这个、是真的是只有今天有的、啊、这个优惠，对 ，OK。99块啊！啊，有4个虾米辣，1个葱油酥啦啊，只需要99块啊，西马是免邮的、啊。对，我们的葱头、葱油酥啊，不是印度葱啊，印度葱啊，这个啊，一个可以买3个，还有剩。那天我看了17.6块，这个5块钱不到一丢。给 JB 的地址，我可以去那里买、来。Off day cafe 跟 Chilicious 啊 ，OK 啊 ，Off day 讲 spell O F F D A Y 啊 ，Google search 啊，可是你去买你是没有优惠的，啊，你去买就是只能是买原价啊 ，OK， 你现在买的话就只有
现在买就有优惠。我告诉大家了，这五块钱是我赚的，我丢回给粉丝，优惠也是我赚的，我丢回给粉丝，明白吗？你有赚。本来是不是优惠不是赚，优惠是粉丝要给的，我们补回去给粉丝。嗯，我有收到威霸的表弟连接咧，买货不能下单是吗？我们剩下几罐，我不敢在晚上卖，因为我剩下在我旗舰店几罐了，我不敢卖，要卖的话比较不够的货给人家，我就不要，所以你们问我就讲没有，啊，是其实有差几罐不多了，啊，就是我觉得你跟系统联系啦，你是联系我，对，我们现在表弟还不够系统了解啊，你跟系统了解一下，因为我这是我的助理他们去看啊，系统不是电脑，系统是人来的啊，你跟系统联系啦，他说哎剩下不多了，他不能卖，因为卖的话等下不够卖，他就很慢。How much just came in? Like 99 ringgit. 对，接过来。For four 虾米啦 ，four hammy ham 跟这个 one crispy fried shallot 啊 ，OK 葱油酥，那这里这样写吗？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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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啊 ，OK 啊，一个葱油酥跟四罐虾米啦，原价104块 ，OK， 你这样子一整套买下来只需要99块啊，西马的朋友免邮啊，打上 A1 加一，下个礼拜就送到你家了 ，OK。啊，东马的话需要30块运费，新加坡要40块运费啊。对、okay, ，不要葱油酥可以吗？不要葱油酥，你联系我们啊。另外，这个是一个配套啦，就是一个配套啊。啊，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运费啊。啊，来99块啦，西马免邮啊，东马30块运费，新加坡40块啊。对了，打上 A1 加一就可以了。对 ，A1 加一啊，你打上 A1 加一，系统就会联系你。如果你没有被系统联系到的话，再打多一次啊 ，OK，expired、okay? date 啊 ，expired date 它后面都会写。半年啊，我们都是近几天做好的，再拿出去寄给大家，不是啊货，不是存货 ，OK， 我们都是几天，像昨天或前天做好的啊，或者是甚至是今天做好的 ，OK， 下个礼拜就寄给你们了。拜一的时候我做一道料理，用小米辣做料理，怎样做呢？很简单。就是羊角豆，羊角豆啊，你就买、啊。你不要讲，你星期一再做给大家看。买嫩的、啊，不要老了。有些羊角豆买了老就不好吃。买嫩的羊角豆，用水穿烫它，啊，水滚，放盐，放一点油，羊角豆放下去穿烫，熟了拉上来，沥干水分、头尾切下，摆到美美在盘里面，虾米啦，这样淋上去，就漂亮了，就不是你看，它比方就铺在小那个羊角豆上面，羊角豆上，哇，这是一道简单又美味的好吃的吗？菜肴，这个三八羊角豆，来，我可以选择日期在本月19号发货吗？可以，你要是联络跟系统联络。来，邓菊英啊，你打的是 A， 你这个不是 A 一加一啊，你这是 A 一十。阿拉伯字 A 一啊，你要阿拉伯字啊 ，A one plus one。你不要用手写啊，不要用手写，你用那个 keyboard 去打 A 一加一啦 ，OK。或者你可以 copy 他们做了、啊。你要讲 copy 呢，你 hold 住他们的 comment， 他就会弹出一个 copy 的字眼。你按 copy，、嗯、然后你再去你的 comment 的栏、嗯、点一下，然后就可以 paste 了。OK， 这一个罐呢、啊，这一罐你可以去小米那的website 看一下。啊，每一罐是19块，嗯，啊，这个是28块，28块是因为我们是用什么？我们是用泰国葱头籽啊、嗯，泰国葱头籽一公斤等于我们用的是好的葱头籽、啊，这个一袋可以买3袋啊。OK， 这个印度葱头籽就没有这样香，啊、我们用的是这种，所以我们的、啊、你看我们葱头籽很难大的葱头籽啊，啊，一个小小片的、啊， okay, 都是细细幼幼的，啊、细细幼幼、嗯，我们全部是手工做的，手工切的，都是家庭手工亲自一手一手这样去切，一刀一刀拔了啊，一刀一刀这样切、啊，他们的手都很多长茧苗的啊。OK， 就是为了做这个虾米呢，给你们。但是老实说，这个是辛苦钱来的，嗯，辛苦钱。血汗钱。我看到我的妹妹他们做到这么辛苦，所以说，我既然有个平台，多少 gram 我每次卖人家的东西，为什么说我那天突然就想到，为什么我不赚那个那个这个，我少赚我也赚一点点呢？少赚了这个虾米辣的钱，我
主要目的是帮助我的弟弟妹妹他们给他们更好的生活了。啊、我直接按下面的连接可以买到吗？啊，这可以啊，你按进去里面有。也是99块的是吗？对对对，你按下下面连接。啊、你按下面的 link 也是可以买得到啊。这次可以进去里面下单喽。啊 ，OK。哎、啊，这个是呢，这个几 gram？ 对，这个是250 gram， 好像没有错，是250 gram。这是葱油嘞。啊，那边有写。那边有写啊。OK， 这里你看整个。OK， 这个我们可以出新加坡了，这个是有认证的啊。我们小米辣真正有那个有去做那一些120 gram net weight， 嗯，是不包，这里写120 gram 啦。OK， 它的120 gram 是没有油的啊。嗯。如果120 gram 呢有油身的，你看我们导出来的那个小米啊，我们那个刚才开到那个，你找一下。拿去吧，啊。你看我们的小米辣是干生的啊，挖到出来还是干干的啊，挖到出来还是干干的。你看是120 gram， 但是几多？很多很多。你看挖出来一颗可以一罐可以挖多少？我给你看一罐可以挖多少，我挖到完出来。你知道吗？你没有想到这个小米辣可以、哦、很香啊，那个这个小米辣可以这么多啊，一罐小米辣开到这么多。嗯，啊。如果有油的装油的话，它就浮上来了，就很省。对，所以这个如果装油的话，你虾米嘛装油的话，装一点油下去呢，可以分两罐。所以我们的虾米那是180的，干生的。嗯。所以这个很简单的，你就是就算你拿炸了豆腐啊，你去买日本豆腐啊也好，什么豆腐也好，你炸了它，油炸了它，摆下去，这个虾米辣淋上去。也是一道菜，嗯，啊，最简单的。那么你如果炒饭呢、啊，你放下去，或者是你外面打包一些食物啊，米线嘛，加一点这个啊，就很好吃。煮咖喱面，咖喱，你放一，把它当作是辣椒干来掺下去。那么那咖喱面呢，就因为它虾米啊，虾米香味，它带出来那个香味。就香气就不同了。对，你像我煮那一个酸辣汤，我煮的话酸辣汤，我喜欢用这个辣椒哦，三麻辣根，我就拿去滚那个辣椒油出来，放进去辣椒油就那辣椒油变成有虾米的香味，变成酸辣汤有那个虾米的那个虾的那个汤头的味，它特别不同了，所以虾米辣啊。可以做很多很多了，对，好、啊，所以这罐呢，小小罐，你看它是一个小小罐，但是我们倒出来是一这么大堆，一大堆了，对，啊，所以再跟大家最后的讲一次啊，我们的这一个套组就只有今天啊9月9号的一个优惠啦哈，葱油酥一罐，4罐虾米辣 ，OK， 价值全部只。104块原价啦，我们现在只需要99块 ,99 ringgit, 不到100块啊 ,OK,、嗯、运费免邮，只是西马而已啊 ,OK, 西马免邮 ,OK, 来，东马的话30块，新加坡的话是40块啦 ,OK,、嗯、来你打一下 password, 嗯，用来煮咖喱菜很香很好吃，对，为什么它？因为它有那个虾米的香味。其实我它这样子倒出来啊，真的是充满那个虾米出来啊，好像仿佛在虾堆里面一样。OK， 来99块啊，西马免邮啊，东马30块，新加坡40块啊。OK， 要的话打上 A 一加一啊。来，在柔佛新山哪里？ Okay. 如果你要真的要买我们的虾米辣的话，你可以到 Off Day Cafe 跟 Chilicious。这两间店买得到啊，这两间都是我们家人的店来的啊。Off Day Cafe 是 Vera 的咖啡厅啦，在 Bukit 哎不，丹曼 Eco Botanic、啊、哦 Eco Botanic 啊，那另外一个奇力社是Jalan Kuning Dua 啊 ，Jalan Kuning Dua 啊 Pelangi 啊 ，OK 那个店是啊表弟的姐姐的女儿开的 cafe、啊、OK 啊, 啊, 啊，就这两间店可以买得到，但是你去那边店买的是没有这个价钱。104块，对，这样你就买104块，在我这里99块，对，啊，你去那边买是肯定是104块，他不可能扣了5块钱给你的。Can make the mini spring roll, yes， 对，我们新年的时候有卖那个小米辣、
虾卷，虾卷，虾米卷啊，虾米卷啊，就是那种年饼。没有，但是很难包啊。其实明年新年很快到了咯，你可以现在准备囤货了。你可以买回去啊、做虾卷也是可以。嗯，虾饼那个虾米卷，虾米卷 ，OK。好，很香。好，来，要的话打上 A 一加一啊。OK，、来给大家看一下，葱油酥一罐，四罐虾米辣。99块啊，原价104啊，西马免邮，东马30，新加坡40，运费 OK， 来要的打上 A1 加1啦。再次的跟大家讲啊，我卖了很多产品，我从来没有现场直播卖过小米啦。对，小米啦，主要目的是他们都有都畅销啊，我说哎呀，我就不理解了，但是我发现到错误了。我妹妹他们都很勤劳去做这东西，我弟弟太太也是很勤劳去做的，但是他们不会 marketing， 还是要人去卖。对，他们没有产品又这么好，我们没有去卖，其实是真的。我因为老实说，这个是很我们说这个很辛苦赚来的钱，我们说小米这种是人工手工做的，全部是手工，是我们没有工，我没有那种机器，全部都是人工，但是慢慢切，慢慢切的。但是说，哎呀，像我说，好了，我就说，我前天才告诉他们，你们做一个配套给我，我就去卖，我说优惠你们，我跟我妹妹他们讲，优惠你们优惠，你们承担，我承担便宜5块钱，每一罐我便宜1块，所以我赔你5块，主要目的是我帮他们卖，要帮他们更好的生活。What's the cafe name of Vera in KL？ 来有两间，Vera 来讲一下。炒米粉很好吃啊。Soft Launch Cafe， Sunday Coffee Cafe。OK， Soft Launch Cafe 跟 Sunday Coffee Cafe 啊，这两间。来，新加坡订货可以货到付款吗？所以我们没有这个系统哦。我们现在暂时没有这种服务啊，很抱歉。如果你新加坡，要么你就是打上 A1 加1哦。来，要的话打上 A1 加1啦哈。OK， 拿来炒米粉可以吗？可以，当然可以。我跟你讲啊，不要拿来炒米粉，不要放下去炒米粉，炒了米粉过后啊，再撒上去沾着吃，更好吃更香。因为炒了米粉，那个小米香味就没有这么，当然那个米粉就。很香，这个你小米炒米粉呢，你要多少你可以放多少，对，不要去掺去炒就可以了，好像我们煮那个咖喱，煮咖喱一定要用小米辣，你用鸡粒不做不出来这样的味道了，小米辣。因为这个小米辣是放很多小米在里面的，很多小米在里面了，对，外面卖的小米辣我们是有掺油的。你拿出来看的话，它其实是虾米不工作。哦，所以里面这个是就真的是真材实料啦，我们讲了这样多，就是一直跟你强调，就是它是真材实料，而且是我们人工一手一刀自己去做的。我们自己的自家产品都不差的啊。对，表弟的产品都不差的、啊。我们自家的产品不差了。你看呢，我们买过虾米辣这么多人，你看我们有没有人写过虾米辣不好吃？没有。没有，吃过的人都会。我的店里面每个月第一名的，每个月，你们的店好卖吗？哦，蛮好卖的，而且是长期顾客买的。对，都是常客，有很多是一次过买4罐5罐会拿去新加坡。哦，那边很多新加坡人来买，然后本地人也是有啦，就他住附近就可能买2罐这样子。对，而且他们买啊，没有今天的便宜啊。对，今天你去店里买啊，你去维拉店，维拉我要跟你阿爸爸那一个，他们店里面都不睬你啦。因为他们的价钱就是这个价钱啊。所以真的啊，今天要好好把握啦哈。OK， 有看直播的你们非常幸运啊，只有99块啊。OK， 相信表弟一次，你买回去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OK， 来，小米辣4罐，1罐葱油酥，价钱原价104块啊，104块啊，现在只需要99块啊 ，OK。西马免邮，西马免邮啊，一罐小米辣可以导出这么多啊，一罐小米辣可以导出这么多啊，不是你里面没有放油的，超级你看全部都是小米啊，炒到干身，炒到干身，全部是小米啊。Laksa also can yes。OK， 来，要的话打上 A1 加1啦哈，西马免邮，东马30块运费，新加坡40块运费。结果我们吃东西买东西回去啊，买酱料回去啊，我们最怕什么？上车，出去外面吃东西，人家讲到好吃去吃，哎呀，难吃到要命，对不对？
你会没有这样的感觉？偶尔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你吃到不好吃的东西，而且我们买一些酱料来不好吃，但是今天我们要表弟保证，我们的产品是一级棒。我们产品是，你说哦，外面的小米辣卖13块、15块有吗？有，都放油的，很多油加。而且他们的小米辣，我们的小米辣货真价实啊。嗯，对，我们的小米辣一罐可以倒出这么多出来，你看，这么多出来，而且每一粒都是小米啊。啊，前面是小米来的 ，OK 啊，这就是货真价实哦。来，啊、有一个新加坡的朋友讲，吉隆坡地址在哪里？可以写出来吗？我请我的侄子帮我去拿，我要3套。OK， 你叫他找那个 Wisma Mirama。Wisma Mirama。啊，对对。你写那个，你可以打表弟好，你要让你侄子来，你打上1+3，我们免邮送去你家，你侄子都不用过来。没有新加坡，他这侄子在那里。送去侄子的家。哦，我们送去你侄子家了。对对对对。啊，你给侄子的地址了 ，OK， 你打上 1+3 啊。我要拿我地址下啊。OK， 来 ，Got expired date？ Yes， expired date。它后面会写啦，而且我们是近期做好的啊，所以这个可以耐半年啊，至少这个是到2023年，这个是昨天还前天做好的是吗？啊，这个没有，这个是上一期你拿上来的，上一期啊，这个做这两个礼拜前做好的啦 ，OK， 可以耐到明年3月、啊。我们不是做多的，因为他们是家庭式的工厂啊，真材实料啊，大工厂啊，做到可以做10000罐出来没有？我们是要做100罐。100罐这样做出来的，一天做100罐的，对。那么这个是，所以我们的货全部是新鲜的，全完完全全是新鲜的。这个是两个礼拜前他拿来的，现在两个礼拜前拿出来的，现在我店里面剩下20来罐。今天还有个买了几罐，那么晚上呢，我才决定做这个这样的东西。好 ，OK， 如果要知道我去我的店啊，店没有 ，OK， 来表弟的地址啦 ，OK， 来。Lot G-1A, Level Ground, Wisma Miramas No. 1, Jalan 2, Shop 109E, OK, Taman Desa, Kuala Lumpur, OK, 来，或者是你去用 Waze 的朋友们啊，你打上表弟 BDI Signature, 就可以找到这个地址了啦 ，OK， 来，我相信你，因为我有朋友买过你的小米辣，他说好好吃，我不知道有机会可以吃到吧？来，你现在下订单就可以有机会买。是澳洲的妹，是澳洲还是在哪里？澳洲朋友啊，还是美国的啊？没关系啊，有机会你来的时候，你来找表弟的时候，你说魅力，你告诉我，哎，我是魅力，我送你一罐。哇，魅力，你真的是很好的福利啊！对，常常讲到表弟真的是对你啊，真美丽啊！这个是魅力，常常有给我一些跟我有互动是吗？啊，在明星圈常常有跟我有联络啊，对。好，他在 Ninja Van 工作哦 ，OK， 来，你可以在系统跟他讲一下那个地址啦哈 ，OK，A 一加三，好，谢谢你。要这个是我们自家的产品啊，也只有好，你刚刚讲了不好，买过人不好讲，刚刚讲不好，我们可以接受了。好像我卖我们的 A 发药，我们 A 发药，你看有没有懂啊？教哎，表弟你 A 发药不好没有？表弟你的刀不好，表弟你的秤不好，没有人讲过，还是大家不敢讲？没有，就是不好就是不好了，不能叫不讲。今天我们小米辣货真价实 ，OK， 值得大家用。虽然表弟小笼包包的不是很好啊，不过我们的东西是很好的啊 ，OK， 我们的小米辣，我们的葱油酥是非常一级棒的啊 ，OK， 来要的话打上。A1+1啦，只有今天啊，这个价钱99块 ，OK。哎，当家。西马免邮，东马30块运费，新加坡40块运费啦 ，OK。我是在美国的，明年疫情好，我一定会回来。来找我，等我来找喝茶。OK， 好，来天贴冲，你打的不是 A1+1啊，你打的是 A11R， 你要用阿拉伯数字 A1。然后那个啊，有打了加一啊 ，OK， 对 ，OK，不是，来 ，Is it spicy？ 我觉得还好，我自己不是很爱。其实之前我曾经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做的很好吃，后来一次的很辣，哦，或者我就跟他我就打电话，哎，你的辣椒太辣了，是不是要这样了？原来他们是选错辣椒。
那么就后来你买了辣椒花，这个啊，你看啊，你说辣嘞，我是不吃辣的，我也是不大吃辣的。我不吃辣，我们可以吃。我们都不吃要吃辣的，我们这样放在嘴巴里面是。嗯。咬下去全部是虾米。你看嘴巴有红吗？没有。咬下去全部是虾米。嗯，满满的虾米。虾米来的。可以邮寄到英国吗？很抱歉啊，只有新加坡。OK， 真的很抱歉啊。嗯，如果国外的话，我们就只可以寄到新加坡。一罐这么一罐小罐，你看是很小罐，倒出来这么多。对。一罐这么小罐，我们倒出来这么多。真的是满满的虾米、啊。满满踏踏实实的，还要紧紧的。我们每一罐都紧紧的，我们不是说哇没有油的，没有油，我们整罐都是没有油。如果你再有油，你看倒出来没有油了，一点点油一定有，因为它用油炒了，嗯，它是很干身的。这个是我们骄傲的产品来的，我们自家做骄傲的产品。对。啊，来要的话打上 A1 加1啊、嗯、OK， 来四罐虾米辣，一罐葱油酥，价值全部104块啊，现在优惠只有今天9月9号啊，就是99块 OK， 西马免邮，东马运费30块，新加坡的运费就要40块 OK、嗯、要的话打上 A1 加1啊，如果你要两套 A1 加2 OK，有 chili seed 吗？你这样子看没有吗？没有，没有，你就是你看到几乎没有看到啊，有一定是有的，不能说完全没有是你假的啊，但是你看不到的，你要炒到这个看不到了。哇，很香啊！你这样子翻一下我那个那虾米，虾米香味又跑出来了。你说没有辣椒籽是假的啦，一定是有辣椒籽的哈、啊。嗯，只是辣椒籽多而少，或者搅的碎啊碎。嗯啊 ，OK 啊，但是我告诉你，你也吃不到有那看到那个辣椒籽。对，不会吃到辣了。辣、okay. 不会，对，你看我吃了辣，但我都不吃辣的，不是很吃辣的人，我们都可以接受了。好、啊，那么这个你可以炒吗？三八不带。三八不呆可以炒那个什么四大天王，四大天王不要，你炒 on try， 把它沾 on try， 你拿了我那本书来一下，把它沾 on try， 我用小米辣炒的，哎，炒到很美啊，啊，炒到很美啊。OK， 要的话打上 A1 加1啦。嗯，这个是一个很优惠的，很去我的旗舰店，早上你去买是104块。今天你在我网上买99、啊、早上那个朋友就是买了四罐，但是他没有买葱油酥啦，他只是买四罐啊。来，我给大家看一下马来章红川啊，我们马来章红川，我只是马来风光在后面的川啊，干煸四季豆，你可以拿放到这个三八来炒啊，啊，马来章红川哇、啊，你看那个虾米辣就在旁边罢了啊，虾米辣干嘛？我用八角红菜，我炒得很美啊，所以你看，嗯啊，这是什么？虾米辣是汤匙，对，是汤匙虾米辣啊，虾米辣是汤匙，你要掺一点点水啊，给它有炒出它的一些啊香气出来，我们才把红菜下去炒，嗯啊，那但是大火炒了啊，这个就是。小米那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料理，很多用途啦，你要单吃也好，单吃也可以，加面包吃也可以，沾啊、跟饭炒、跟面炒、跟菜炒都可以，配搭啊，吃什么配搭？吃小笼包点一下也是可以，嗯啊，吃叉烧包，想要有点辣，你不要放辣椒，就放这个小米辣下去也可以。干捞面买回来，干捞面，你不要放青辣椒放那些，在家里做那个米粉粿。你、嗯、啊，板面啊，在家里做板面，干椒板面，用这个是最辣椒板面的话，干捞面啊，你干捞面再加上一汤匙下去，哇，辣椒板面，一汤匙不够的话，你要加两汤匙也可以。我告诉你，这个真正的是比外面的干不输给外面的辣椒板面，因为什么？嗯、因为它是纯正的虾米，它的虾米第一个洗清洁了，第二个虾米不是虾米碎，虾米碎是很便宜的。所以我们是选完整的虾米在自己慢慢切。对，我们真的是品质保证，到这么多年，我们的旗舰店每一个月排第一名的销售量，每一个月，去到我们在飞里面卖也是第一名，啊、嗯、，OK， 要不要你们可以打算 A 一加一啊？来 A 一加一啦，这四罐啊，这五罐 ，sorry， 四罐虾米辣跟一罐葱油酥啊 ，OK， 嗯，来。一下啊 ，OK，、啊、来一罐葱油酥，四罐虾米辣啊，价值99啊、嗯，
西马免邮，东马30块，新加坡40块。啊 ，A 一加一啊，嗯， okay. 可以包在月饼馅，对，可以。不过你拿到的时候应该是中秋节过了啦，OK， 好，过了可以做了啊，过了可以。啊你可以包我觉得可以准备做年饼了。你可以做虾米卷，嗯，虾米你要会包啊，虾米卷我们曾经有包过啊，然后包一下，嗯，啊，你叫我包就没有兴趣，啊，没有那个。明年我相信虾米辣应该也会卖啦，啊，新年的时候。哎，哎，要的人可以打上 A 加你。只是买葱油酥有吗？来，你连私讯表弟啊，私信我们。你要单买的话，啊，所有要单买的去私讯表弟。你，okay? 你看我们做东西是不是马虎的？我们做东西都是认真，包括我家人。葱油酥我们有的选择这样的外面你买的一般上都是用这种印度葱炸给你的，嗯，而且你看它片很大片了，切粗粗用机器搅出来的，okay. 我们呢是人手工出来，我们用泰国的葱头籽，嗯啊，会更香更香更小，而且泰国的葱头籽啊，泰国的葱头籽啊，这个1公斤可以买这个3公斤，这个一个买一份它的价值非常的高，可是我们还是都用的就是真材实料，然后用的是好的材料。曾经贵到此的时候，我们买过20多块、26块。OK， 以前曾经买过虾米碎粒硬硬的，啊，不知道现在还会是这样吗？虾米碎什么硬硬的？就是讲他曾经买过你的虾米辣，然后虾米碎硬硬的。啊，虾米碎是就是他们搅碎了，一定是炒到干生的，一定是硬生的。啊，你咬下去都没有，但是咬下去它还是有一些嘛，有一些嚼劲的，啊，你可以看来看一下。会硬吗？我觉得是不会硬啦，会，啊，不会？会有些会大力啦，因为他们是手工做的。对，有些是大力，会是因为是手工的啊。我们不是用机械的，吃起来不会很硬啊。嗯，不会不会，这吃起来肯定不会硬啦。啊，对，小弟你说的不错，嗯，这个应该可以配面包，可以配好多东西。好多东西，对对对。我朋友告诉我很好，用它和我说。我没有介绍错给他，他说你一家人都很棒。我说他家里有一个背后的女人，就是他的太太。哎，谢谢谢谢啊，对啊。啊，他太太在看电视。啊，OK， 好了，最后就说啊，我们讲了那么多，再讲了最后一次给大家，因为这个优惠只有今天啊，对对对对，你今天错过就没有这个价钱了，真的是很可惜啊。所以你有看到这个直播，你真的很幸运啊。OK， 来，葱油酥一罐。4罐虾米辣 ，OK， 价值104块，现在只需要99块啊。西马免邮，东马30块运费，新加坡40块运费。要的话打上 A 一加一啊 ，OK。新加坡要怎么付款？你先打上 A 一加一啊，你用应该是用信用卡付款啊。啊，对，那个系统会联络你啊，系统会联络你，会跟你讲要怎样付款啊 ，OK，嗯。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所以你看啊，这一罐啊，小小罐，你看的是不是很多哦？但是倒出来是很多了，因为我们按到杂食的，嗯，我们一直压到它满为止。它有120克重，120克重，你看我们压，你就是这样子慢慢压了。啊，他们就是对，好，okay, 是不是去后问有卖单卖洋葱酥是吗？啊，有。啊，你去后台问，对对对，啊，去后台问啊，有卖单卖的洋葱酥啊，对对 ，OK， 对，凡是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欢迎私信我们，私信我们，对 ，OK， 来，那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啦。对，好，感谢大家的收看啊。这里最后的时候，如果你开罐过后的时候，你拿的是汤匙，一定要干净啊，不能有水分。对，一定要干身。下面干之后，你改了之后，那么你就蜂蜜它，蜂蜜到了，你就说放在外面呢。3个月都不会坏啊，嗯，但是如果你开车呢，你汤匙，你说哎呀，我不要，我怕会嘛，就你开了，你放冰箱 ，OK， 你放冰箱半年，冰箱最安全啦，半年都不用紧的 ，OK， 你打开了放到冰箱半年都不用紧啊，嗯，啊，就是因为那冰箱它就会更，因为它是炒到很干身了，很对，好，好，那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收看啊，对，那我们明天的9点。晚上深夜厨房再见啦，谢谢大家。明天做吗？还不知道，明天再知道啦，啊，明天再揭晓。明天再揭晓啊。OK， 那明天再继续留守我们的表弟要注意啊，深夜去看我们的贴文会想要煮什么。OK， 来，明天晚上9点见，拜拜。